你哇哦你哦哟，哒哒哒哒，所以现在是欧文怎么进去了？我也没有密码，我也没有密码，他的密码是多少啊？他那密码多少？欧文上了是不是？你让那个企鹅妹看一下欧文的长相啊，搞不好一段跨国恋就这么产生了。那、密码多少啊？哎、你们为什么全部进去了、太扯了吧？你密码多少啊？小杰那几个不在 RC 啊？不在 RC， 都不在 RC 啊？他们的另一个 RC 吧？因为爱却往反方向走。你给我密码，你要给我什么密码？哎，等爱的故事声听说。等下我先关一下跑跑，要不然你们会看到。这是什么垃圾密码？我的天哪、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古典音乐就很糟。他叫我归他，那一对，这个好吧，女生的这个要求可以的。啊，喷车是那类的，还挑队友啊，这个。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直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却往反方向走。我讲跑过卡丁车的职业选手是所有游戏项目中的职业选手里面颜值最高的一群，我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了。包含台服、包含韩国、大陆就不要讲，但台湾一定是啊。可是他这个应该也是要满房吧，要不然五个人怎么玩？打快 ，feels rejected， rejected， 这个地图可以的。我看得懂好吗 ？Just kidding， 英文没破成这样，一堆人说我看不懂的。再见。这整房职业选手，
自吹。哇，怎么有人开道具车啊？这是怎样？我看到那个保罗，哎呦！我刚才看到那个保罗捐神进房，我就觉得怪怪的。刚才不是有人说我不打交流、哦？我是，艾斯，你要不要打？最后这个人怎么现在出现在这边？放一个，中了。我的道具，我也是道具出身的，好吗？他应该有一个盾。哎，连道具都要挡，太扯吧？大家看一下啊，堂堂橘子熊的职业选手。现在竟然跑在企鹅妹后面，真可怕！哇，我们还有连胜呢。哈哈，OK, free win. 难得道具赛。对我们台服的泡泡仙灵风有什么看法？没什么看法啊。主角在最后，你说欧文吗？不能让欧文最后啊！哎呦。他躺在那个洗车。啊！好多耳男，真的是好恶心哦。画面本身就很好笑，根本不搭、啊。我觉得配什么都可以。不是，人家应该不是不搭，应该说是。我会找寻他的谜语感，也要晚霞的泪光，人死路只剩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那一趟。你太强，那是以你的第一，强都是飘出来的。是谁的爱呀？比泪水坚强，今生无憾，就让我。你们在干嘛？小技巧，道具赛，你吃到飞弹什么的，可以喷一下。就掉下来那一刻，按准一点可以喷一下。道具赛怎么单手了？
看你要暗下的泪光。海放，我看不到血条啊！有队友上来掩护了。欧文跟契儿妹怎么在七八、啊？哎呦，这样很难让今天的主角做事，你知道吗？我刚才哪有脸臭？刚才是认真的吧？谁的爱呀，比泪水坚强，精神呼喊就让我融化。啊，要让是不是？抱歉抱歉抱歉，忘了忘了忘了。You like muscle man？ 哇，好恶心哦！豌豆，他刚从金门回来，干，听说的从金门回来。我要哦，难怪我洗澡真的很糟糕吧？不不，对对对，他上课的时候，就有人说他跳金门。干，那到底是不要这样 key， 是女 key 耶。然后我们那个英文老师又说了一句差不多的话。为什么会是在其中时间去金门玩？他说那次。他要去跟观众玩了，可以。Thank you for playing with Bachi Drive。Bachi Drive 呢 ？Bachi Driver 吗？哇，真的是一群耳男！我的天哪、啊，可不可以不要夸人家？夸的隐喻一点好不好？直接进去就哇，阿姨对台服的职业选手的印象很差，超级恶。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还是有形象的。没有啊，这一房小些好歹也是政大的，对不对？好歹我也是台科大南部分校的，对不对？怎么可能英文难得到我们呢？秀个 link 好了，欧文怎么每一场都在后面啊？我的天！哎，没有，这样欧文在前面。我要保护欧文，这一场我的功用就是保护欧文。还想打掩护啊！哎呦，兄弟，想太多了。
玩竞速他肯定不会倒啊，道具比较有悬念一点、啊。拜拜，拜拜。知道我存这个磁铁要干嘛吗？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哦，头痛。感觉超大的。啊，头痛。So man, thank you for playing with me. See you. I like muscle man. 恶心。Then next time too. See you next time. 就今天还好，你没有叫我来玩啊，让我看看懂了我身边这几个人的本性。